知道我今天演的是什么吗？啊，英雄。主要是除暴安良，打歹徒，各种教他们功夫什么的。这个英雄会更像英雄。今天是一个演一个特战姑娘的玩家，呆萌少女。实在没人救的话，就只有女汉子保护一下自己了。来几个防狼招吧，一腿横踢，这种横扫之类的。希望各位观众能够坐在电视机旁边耐心的等待，一会儿呢就开始英雄救美。敬二位哥哥一碗啊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干了干了！哎，不错呀，今天多吃点啊！哎呀，喝上了啊？啊？喝挺好呗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反了你了！美女长得挺漂亮啊，漂亮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陪我喝一杯酒啊！别碰我！哎呦，不让碰我就碰你怎么了？我就碰你怎么了？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欺人太甚！鹰爪功第一式，猫头鹰进卧，蛤蟆功第二式，坐井观天，竹节虫神拳第三式，坐立不安。想英雄救美是吗？好，我今天就给你点面子，兄弟们！撤开！撤！怎么的？干啥？哎呀，下来吧，下来，下来！哎呀，哎呀，我这一开玩笑呢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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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碰我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！我告诉你们，日食三颗枣，活到99。哎呀，是，是。小美女，来来来，给我喝一杯，喝一杯，救命啊！喝一杯就喝一杯，来。住手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大胆狂徒，光天化日欺压良家妇女！看我的，吕洞宾，醉酒提壶立千军，好啊！哎呦哎呦，醉拳就这么打的呀？就这样的？来啊！想英雄救美是吧？给你们个机会，兄弟们，哎！哎哎起来了，哎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整这大动静没必要。起来，日食三颗枣，能活99。啊，行行行，慢走慢走。干啥呀？怎么的了，小胖子？玩嘛玩嘛，你挺厉害的嘛。没有没有，上来还醉拳。没有，哎呀，那装的，跟谁俩？什么都不会啊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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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欺负他了，怎么了？你欺负你？来了，快点请。站住！光天化日之下，你竟然敢欺负一个良家妇少女！又来一个，兄弟们上！一二，我痛！三颗枣，你滚滚滚滚滚滚滚！大侠好功夫，好功夫。嗯，多谢大侠相救。应该的。你说像你这样的弱女子，总得有个人来保护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
那个留个联系方式吧。大侠，真厉害！您坐立要行得正，坐得端。啊，我行挺正的。您该走了。啊，对了，这样，你说你们这帮人也是啊，那么几个大老爷们还保护不了一个女孩啊？谁教的功夫？惭愧，我。来，我教你们一套拳。好，学会了之后与大侠拳拳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拳学会了之后，绝对的是天下无敌，所向披靡啊！好，我也能学吗？能，来，跟我来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吼，四，吼，五，呀，呀，六，呀，学会了没有？学会了，学会了。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，学会了。要不然我手把手再教你一次。不，大侠，大侠，你该走了。大侠，你该走了。大侠，你是个大侠。是，那边还有流氓等着我呢。对对对，什么？我先走了啊。好呀。后会有期。呀。慢走，大侠。呀。现在咱们什么都不用怕了。刚才那个大侠呢？已经走了。呀。不怕我了？当然，我们已经练成了先天神功。哎呦，什么神功？我看看。这神功啊！是兄弟们，哎，算，哎，怎么的？干啥？哎呀，何必呢？来，请来，兄弟，我不用护法的，不用护法，日食三颗枣，活到99。是，大将军是辛苦，怎么着？没事，不是学会了？哈，不是学会了吗？不对，哎，等会儿，这个背影，师弟，你叫什么呀？师弟是我呀。师弟啊。小时候你偷吃了我的一颗枣，你忘了吗？哦，合着这句话是你教我的。是啊，我是你师兄啊。是你呀、啊、是我呀。你怎么帮这种狂徒？没有啊，他人挺好的呀。我觉得好人呐。你看我这样的好人吗？光天化日刚才欺负一个良家的少女。他欺负你了吗？他一直在调戏我。你看你怎么是这样的人呢？想活99的跟我过来。就算你们都过去了，能奈我何呀？能奈你何？弟兄们，布阵！来！这都是好朋友，就是想让你知道，日食三颗枣，活到99。走。真开心，真开心，哎呀，哎呀，嘿，啊，嗨，小子，想不想做好人呢？我想，想做好人，你带带我吧，大侠。跟我走，啊，真行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